厉害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哎呀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哎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1月16号来了，终于啊，这个2021年的1月16号，对，要做一个巡回的演唱会，在 TACC 首场在台北 TACC， 对，其实首场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对，那时候3年前，对，但是因为这中间就是因为有疫情，对，疫情改变了剧情嘛，对啊，对，对啊，很辛苦，然后本来是一路要唱回台湾。对不对？就马来西亚就戛然而止，没办法遇到这个疫情啊。是啊，其实有很多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对，不过我觉得我们爱唱歌的人从来都不会放弃。对，每次听你讲话都有一种温暖的感受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一直以来就是扮演温暖的角色。然后你的声音啊，陪伴很多人，这个很多可爱的一个岁月。有一首歌也是你唱的，结果今天不是唱那一首，我有一点小失望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对，从来。安和谐的歌，很多人都忘记是我原唱，因为像对对对，像《其心不懂我心》，大家以为是安格唱的，对，其实你，对，其实是我。然后《爱我和我爱的人》，其实是我唱，大家都以为是游鸿明唱，对对对。但他们都是作者啦，阿米老师，要不然就唱一下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暖记一下吗？你说要远行，暗地。这你的歌啊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好，对，这个题材对，对的，这个歌对我们来讲影响很大，对，影响很大。我们经常就会觉得说，哎，人世间我们做的再多给你，你还是不懂我的心。天哪，对，要改变一个人的心不必要，不如换个人。哎，不等，反正家贫如此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听对了，心其实是一个战场。其实要挑战都是自己，挑战。其实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哦哦，对，那个爱我的人，我的人就是他，不要换来换去。今天就这一首歌，就这首歌了，不要换。后面要换了的朋友，你好。要改编这首歌啊！嘿，对，哎呦，刚好这首歌也是我妈妈的最爱。哦，对，今天早上从台东上来台北的路程，他就刚好听到这首歌，因为我刚好练习。哎，结果他就跟着黑唱，对，刚好从台东上来。你也是台东？太好了啊！那自己家乡人，是家乡人，出手不要太重，出手不要太重。好多的很棒的一个歌手，对，这位不得了，是他吗？是啊，对，对对，哎，真的，除了会唱歌以外。外形还酷似，肤色还跟我很像。外形酷似 Michael Jackson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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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讲那么大力吧。来，讲，讲。哇哦！更加。Let's go！ 好了，耳朵来这个掏一掏，好不好？来来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，Go！的人，不值得我愿意再等。等不了爱我的人，偏可如今他骗不了人。我不是无情的人，却将你伤得最深。我不忍，我不能，别再认真，忘了我。
解他多么认真，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，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，在乎的人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害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。疯狂热情掌声再次给我们熊郑小姐。Thank you。只要爱需要缘分，放不下我爱的人，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。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，我不能拥在怀中，直到他变冷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。现场当然是嘉宾如潮了，哇塞，这个是没有确实的，嘉宾如潮，这个没有意义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歌你改成这种比较 rock and roll 的 feel，你要加进一点东西了，就七，现在等于是你差了大概。如果说100分的话，差了大概2-3分。你要少什么呢？你要加进一种态度，态度，比如说。加入真感情有大将之风，对，指日可待。对，初生之犊他是不畏虎嘛，没错。对对，以前敢在阿姐后面唱，被他打死。那个温柔要够重。对对对，来，马斯卡怎么样？如何如何？两位都是台，两个都很喜欢版本，然后我觉得就是。
裘老师的版本就是真的是感觉很重感情的，哦，重感情，唱出这种感觉，然后这个就是芝芝，感觉是唱出洒脱，很年轻的，不爱我就算了，对，这种感觉。但他们两个都不一样，两位都来自台东嘛，是吧？都是都很棒，对，原味的，他只是加一点盐巴就好，盐巴对，吃原味就好，不用加太多调味，不用加太多。嗓子我很喜欢，本身你要唱摇滚 rock 的 style 就比较难一点，你嗓子要压得住乐器，不然就淹没掉就很可惜。真的两。版本都很喜欢，听得起吗？上我觉得听得起，很好听，因为邱姐姐的歌硬要讲，硬要讲。我觉得邱姐姐的歌呢，她就是经典老歌，其实无法取代那个味道。可是因为芝芝，哇，刚刚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就是那个感染力很强，一个是备战，一个是进攻，我觉得很强，就那个味道不太一样。对对对，没错，哎，形容的真好，对不对？到底能不能守住这一关呢？到底他翻唱翻的好不好呢？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哎呦！哎，其实啊，年轻姐，头还趁姐姐啊，来，两位请回考座。Thank you.